容易啊！哎，公家咱真正做无效的。啊啦！进前去市啊，遐收保费拢无成功啊。是哦。这边哦，一定要成功啊。是哦。啊，对了，啊，所以今仔日为啥会成功呢？今仔就是邀请的咱中国文徐元大哥。是啊。啊，邀请徐大哥。来啊！哎，人呢？哎，公家你吃啊？你吃啊？哎。我跟你讲哈，我唔是较早来，因为我来遮什么，我先来放尿。哦，我到对你后边你无看见啦，是啊，来放遮尿咧哈。阿勇讲，勇讲，哎，讲，你先传落嘛。我从谁啊？哦，你话拜托诶，你话怕我亏，啊，你唔要开心兄弟，啊，你话啊，你是要创啊，对吧？气票，靠气票，靠气票，气票啊，气票，等出来，等出来，啊，太好了，哦。要出发之前，无论如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这个挪威胜利瓦王非常有钱，嗯，而且无论我们一定要跟他要一笔保护费，然后以后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啊！哎，好，来，来，精神喊话一下，来，来，预备，加！你还大声啊？好，加油！唔是爱话较大声诶。不然，那卖一个人差掉了。对啊，这边拢人啊多，差点点啦。啊，万一人出来叫我们麻烦嘛，好对吧？好的，开始了啊。我们要出发了哈，打起精神哈，打起精神哈。好，好，走。喂，挪威森林，那个叫什么瓦王子的在不在啊？啊，是啊，我就是。你就是是吧？是。啊，这个得来全部费功夫，马上找到人。现在我就跟你讲，我出马绝对没问题了。你就是那个挪威森林的瓦王子啊？是。哦，看你这个样子好像没什么气魄嘛，哈。嗯。告诉你，我们今天来的目的，三龙帮听过没有？三龙帮。嗯。南北二路都没有听过，都没听过吗？三龙帮漂亮，就是要没听过。我们兄弟呢一向是很低调的，我们黑社会从来不让人打听到，维基百科没有 ，Google 也找不到，这就是我们厉害的地方，够低调吧？啊，今天我们废话不多说了，就是要来跟你要保护费，听到没有 ？OK 啊，你都不拒绝，我答应。哎，哪有这么爽快的人啊？太爽快了，这个戏演不下去了。没事，对不对？答应啊！哎，你这样这么爽快，我们现在很难演的哈。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逞凶斗狠啊！哎，你这个人真好，你可以握个手，太好。没事，我接受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但是你要问我后面这一票兄弟愿不愿意？哎呦！你先别收包好费，紧啊，别来收包好费啦！阿来，看有看好不？那是只好大胆，一个恶心。三个，带头的。哈，又搁是你，应该你停车场的驾驶搁无搞是无？哈，你搁来创啥？真好打，乱乱来。啊，没。恁这普龙哥是要搁创啥？不，恁误会，有唐姐，你完全都误会了。其实我们是来这边哈，也不是什么帮的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很低调，他知道的嘛。Google 都找不到，维基百科也没有。那看看，因为我们知道挪威度假村很漂亮，所以特别要来这边住啦。没别的事，别讲这多啦。恁四个吼，伫社会上吼，就是普龙宫的，早班会去人处理掉，还是你要来家里问？你的意思讲，我的普龙宫家里你的？我这呢就需要普龙宫啊，对不？我会使给你招来做我的团队。太好了，真的，我就在期待这一天。我看恁吼早晚欠收起来，所以阮才甲好心甲你收留起来。好，恁这普龙哥，夜来得。但呢，唐姐，你让我们精神喊外，表示我们对你们的感动。我就跟你们讲过了，普龙同又要出头天的一天。你看看，我们是不是出头了？对不对？当普龙哥是个光荣事，很骄傲嘛，对吧？啊，哎，做厉害的，来，我们为我们普龙哥加油一下，普龙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谢谢唐姐，感谢各位，来欢迎加入我们挪威森林。挪威森林真的是很大，真正的造物主呢，我太幸运了啊！我不能抱你。